这个主墩呢，也是处于一个风大浪高、流急的一个位置，有60米水深。在我们做跨海共建两用桥的时候，现在木有超过50米水深，需要承受很大的水平的冲击力。共建两用桥自身的荷载比较大，对我们桥墩基础的承载力要求很大，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正桩。这是处于一个西侯门的一个峡口，它的每天那个风特别大，尤其是到冬天季风季节，每天都有6-7级风。桥梁宽了以后呢，它的抗风效果特别好，稳定性特别好。Thank you.